好，我是老王，我现在是在山东烟台龙口这边呀，这两天有一股寒流，真的是太强烈了，大海都结冰了。老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，是新疆人，按理来说我是不怕冷的，但是在这里啊，真的快把我的耳朵都冻掉了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戴过帽子，在这就把帽子戴上了，真的特别的冷。给大家看一看下雪后的大海是什么样的，这是寒潮过后的大海，波涛汹涌的，在海的边缘上有一些地方已经结冰了，今天的浪还挺大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海边的风有多大，沙子都吹到了马路上，看着沿路全是沙子，海滩的那个小细黄沙都吹到岸上了，哇，风好大。海湾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海水，所以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平静的，那边海岸上那个浪就非常的大了。哎呀，这边是沙滩了，看这一块一块的是什么，这就是结了冰的大海，这是浪应该是结了冰的吧。海上能下这么大的雪也是几十年难见呢，看这海边，哇，那边是什么？哇，这么大一群海鸥，我看给他们也冻得够呛了，只能停留在这个小水湾子这儿，大海上都不敢飞了。2020年就这样过去了。亲爱的你还好吗？让我们来回忆一下2020年全国这些刻骨铭心的事情。